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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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方掌，圣教集》请翻开二百八十九页。我们贪上大师的《往生论著。呃，越读啊，你就是越觉得法意重重无尽。 源源不断，这读一遍有一遍的理解，读二遍有二遍的理解。我们把昨天说的国土体相，呃，稍微再来温习一下。国土体相呢，往生论天亲菩萨的言语非常短。云何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彼佛国土庄严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议力故。如彼摩尼，如一宝性，相似相对法故。 这一段呢是讲国土之体，后面十七种讲国土之相。那么太上大师的解释顶上来呢，就说了不可思议力者，接下来说如彼摩尼如以宝性相思相对者，他就是解释了这两句。而且呢，解释不可思议力者呢，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眼目所在，因为后边呢十七种庄严功德，每一个一开始就说此云何不可思议。 天津菩萨说的很简短呢，就是一句话：成就不可思议力故。如果我们来看，就读完了哦。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完了，没有了。那么台长大师在这里呢，是以法眼看得非常准，就把这不可思议力呢，把它挑出来，说不可思议力者，总指比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不可得思议也。那么这是呢，你看上去啊，非常的平淡啊，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这地方呢，它是深深的着意在这里。 所以是把这不可思议力呢，把它提出来的，这是个眼目。接下来说呢，又展开《诸经通言》有不种，五种不可思议：一者众生不可多少不可思议；二者业力；三者龙力；四者禅定力；五者佛法力。那么这呢，展开也很平淡。它问题就在、是，就说它的高妙，就通过这里呢，到在下面，此中佛土不可思议有二种力啊，这是接归。 那目的不是要讲五种力，是要结到这两种力，一者是业力，二者呢是佛法力。业力为法藏菩萨出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二者呢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摄。所以呢，在以后的所有的解释，都是从这两个地方，从云何不可思议啊，推出两种力。那以后的解释都是紧紧的抓住这两种力。 这两种力，也就是所谓的观佛本愿力，啊，就是因中的大愿力和果上的住持力，啊，所以呢，大家呢要了解他这种，就是他的前面解释的是铺垫，做了一个铺垫，定了一个基调，放这里。几下来他此不可思议，如下十七种意象皆不可思议，至文当世。你看这句话也很简单，其实这句话呢就是定了一个基调，埋了一个伏笔。 就下面的十七种功德庄严，他他他朗大师准备怎么解释呢？都要从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来解释，也是从因力和果力这个地方来解释的。所以智文当世说到了那个十七种功德庄严的时候呢，我再来解释。就是说他他在这里的时候呢，已经心有成竹了，后边的该怎么解释，他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明了的了。那我们也读到这个地方呢，就要感觉到啊，他、呃、朗大师他解释的。 呃，这个框架在哪个地方？所以呢，从不可思议力呢，主要是提出两种，这两种也就是一种，就是佛力，不过分为因和果来说明啊。佛力不可思议。嗯、那么如比魔力，如意宝性相似相对者，他解释的，我们翻过来，他解释当然是先一个典故解释出来，但是最后他不是在这里说，他说此。 安乐佛土亦如是，以安乐性种种成就故。然后又比较说呢，比宝住力要称求者意，非是不求。那反过来讲，比佛土则不然，性满足成就故，无所法少。那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安乐、到极乐世界，你不用求，不求自得。得什么呢？说比宝但能与众生一时等愿，不能与众生无上道愿。 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网上极乐世界。你不求自得无上道，不需要你求的。这是什么？性满足成就，就是极乐净土它的本性就这样，它圆满成就的功德就这样。所以到极乐世界还要去起叫做加工用道啊、呃，这个起心修行啊、呃，渐渐成就，这这,这没这回事。那这样的话就不叫性功德成就。这里的性满足无所法少。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自然就是自然就成佛。你看这些圣道门的法师啊，圣道门的修行人，你解释的极乐世界，你解释来解释去都是可思议，说啊，到了极乐世界那里环境比较好嘛，我们进去再进一步修行，这不是可思议了吗？这是不可思议力，为什么？法藏菩萨誓愿，因中誓愿力啊，因中这个出世善根，说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他法藏菩萨的出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又是呢，阿弥陀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摄。你这样的到那儿去，你看你还有什么？你还讲什么修行？还有你修行的份儿吗？无丝毫的这个无毛发之恶，到这儿来就是满足成就，就是不求。说我没有求啊，没有求也给你，对吧？没有求也受尽你成佛，没有求也给你无上道愿。 像这样的法门，也只有法藏菩萨能发愿发得出来，只有阿弥陀如来他的名号才这样的功德力量，只有天津菩萨的往生论才说是这样，只有塔銮大师他才能解释这么透彻明白，只有我们才能听得进去。一般人他就根本就是没那个福报啊、呃，听也听不懂。 所以就是戴了有色眼镜啊，他看什么？戴个墨镜看什么都是墨色，啊、呃，戴了字力的眼镜，他怎么看他读不出来？什么他他也读不出他的，逼迫舍那也读不出他的，这个不可思议力他也读不出他的，呃，这个什么性功的成就他也读不出来。说不求而让他无上道愿他也读不出来，哎，因为他为什么？哎，他就没办法读出来，叫老虎，叫这草不能吃。 你看了草肥草再多，给他，他一点兴趣也没有，没办法的事情。种不一样，啊、呃，这是种性不一样。所以这这里边啊，唐老大师的东西啊，确实你要反复读，反复读啊，读了就是非常的有信心，有法喜，来神来力。就说出世善根深，就说法王善住持啊，这里提到两个善。 这让我们联想到《阿弥陀经》里面有两个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可以少善跟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什么叫上善呢？诸上善人上善，就法藏菩萨大慈悲出世善根，这是上善。阿弥陀佛正觉善，法王善主持，这个是上善。上善最上的善就是佛佛的善。那么，唯一佛土，唯一佛的善才能得生佛的国土，这是相应的。 以凡夫在此地的五戒十善，你怎么能修到你五戒十善？怎么能往上到佛的善国土呢？这不，这怎么能行？这不可能是五戒十善人到人间，这是娑婆世界的。娑婆世界穷地方，然后把这五戒十十个当的善，就是穷地方啊。就是说，佛道说到了未来的时候啊，呃，人的善根不弱的，说黄金没有了，那黄金没有了，把铜当的，把铜啊当作最好的装饰品，铜没有了就把铁当作最好装饰品。 所以这个穷地方啊，没有善，就把五戒十善当个宝。哎呀，怎么讲的不得了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两种力，两种力，如果就我们来讲，我们怎么得到，就是以名号力，因为名号是法藏菩萨初示善根大愿业力所成，对不对？对。那么也是阿弥陀如来正觉善住持力所摄。 所以在名号当中呢，就圆满包含了两种力量。我们在这里称念名号，这两种力就得到了，所以叫佛力。所以说呢，称佛名号，称佛愿力。若不生者，不去正觉。那么就是称我名号下生之生，这本身就称佛的愿力，因为佛的名号里面就这两种力。呃，上海大学解说呢，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这个大愿业力都在名号当中啊。又说呢，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因为是顺着这个大愿业力去往生的。 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觉得哎，这个两种力我们怎么得到非常简单的。好、啊，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十七种庄严功德了。先是举章门，下面续提示。在具在我们具体讲文具之前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啊。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怎样读往生论注。 怎么读《往生咒呢？我建议大家怀有两个，带着两个带两个观点来读。哪两个观点呢？就说第一个，假如我来解释《往生论》，我怎么解释？我们当然不够这资格哈，两眼黢黑的，根本就看不来。但是我们这样读呢，是要来体会啊，深细的思维，倓老大师他解释的深妙的地方。这是一。 第二呢，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一衡量，我们解释不出来，好，只有看谭亮大师的解释。好，你看完之后觉得好，谭亮大师他怎么就能做出这么好的解释呢？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解释不了，为什么谭亮大师解释这么好？啊、呃，这个呢，希望大家哈，呃，通过这两个疑问去深入的体会谭亮大师他解释《广生论》的精妙之处。如果你糊里糊涂的读过去了。 就是这所有东西啊，你要你要去反思它啊，你要去所以要不，哎、呃，不愤不起哈、啊。就是你要有所思维，在那郁结着打不开，然后再一通开的时候呢，你就感到特别畅快。不然的话，只是一个强灌啊。台老大是这么解释的：你因为你抓不住它的根儿，所以要反复的呢来思维。这是一。第二呢，这十几种庄严。 我们叫观观行体下，这十七种庄严呢，提出五种观，五重观。哪五重呢？就这每一种庄严，你都要看到。一都是法藏愿力所成就观呢，愿力因中的愿力。第二呢，一是阿弥陀如来正觉善力所住持所持啊，这就观佛的这个果上果地之力，这第二重。 第三重呢，一一观它有自利利他，自利利他，因为视线自利利他嘛。第四重要一一呢要理解是入地异地。第五重要了解呢，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国土性满足成就，要从这五个层次五重来观来了解，塔老大师他的这个解释，啊，这五重。 这五重呢，其实就是一首偈子，就是不需做住持功德，这首偈子，观因力和果力，也就是观佛本愿力。那么，视线自利利他，就是欲无空过者。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国土，欲无空过者，是因为为什么视线自利利他？第三个呢，入地异地，第四重，第五重，入地异地和性满足功德成就。 这就是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所以我们唐上大师他是整个就依据这首偈子来解释所有的呃二十九种功德庄严，就这首这首偈子啊，这是我所讲的。第二，我们对十七种庄严啊有五重观。第三呢，我们要了解唐上大师、唐上祖师啊他的示意。 他解释，比如说，我们看第一清净功德，他先往生论说了，我庄严清净功德成就者，既言关闭世界向胜过三阶道。那我们看他让他怎么解释的呢？此云何不思议？这首先是一个问号。这以后他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你看，量功德成就也说此云何不思议，对吧？然后解释一段文句：有凡夫人烦恼成就，易得生必净土，三界息业毕竟不迁，则是不断烦恼得涅盘分。 啊，这个我们先放着不说到最后，焉可思议？这是个结论。那么你看第二量功德成就，后面也说了，何可思议？最后是一样的。它前面一个问，后面有一个惊惊叹号。那么台朗大师他这种解释，就是我们要去思维他的路径，他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做出这样的解释？而且你像这个清净功德成就，这十几种功德，这二二十九种庄严。 在卷上已经解释过了，你卷下再解释不重复吗？但是唐老大家解释，一点也不重复，不仅不重复，而妙意迭出啊、嗯，不重累又出这个新意，而且卷下跟卷上相辉相照，彼此啊你看的非常清晰明了啊，非常畅快，而且他这种解释呢，唐唐老大师的解释啊，我列出来，刚刚早上的时候我列出来有有这些特点哈，有十一个特点。 第一个，他这种解释啊，别开生面，就是你根本想不起来。他夸，他就是他的入手点，开张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刚才讲的不可思议力者，他就就讲就把这个点出来，然后讲相似相对，他也不在文字上说。你比如说讲生魔他讲呃皮普舍纳，他完全都不在文字上去说，不是死于句下，他是别开生面。第二呢，他叫出其不意，这种解释你想都想不到的。 第三呢，不利于文句，不拘泥于这个文字下面。然后我们来说啊，就说哎呀，这个什么查词典来解释，这台那大师他根本不说这些东西。该简单的简单，该详细的详细，简略呢非常得当。该应该详细的展开，这个几百字也行；简略的略而不谈。第四呢，直接宝珠，什么直接宝珠？就是天津菩萨的往生论里，往生论这里边有宝贝，这个宝贝啊藏得很深。 但是唐老大师的去擦抓出来就给你，他不会说、啊、把像日本人送礼一样搞一个小蛋糕，然后包了九层，一层一层纸，再一层是白纸，再一层是花纸，再一层是红绳头绳搞到后来一个小小的饼干这么点小,小点儿，这那你就没这这就不是了。天津菩萨啊，你看唐老大师的解释，他咵嚓就把里边的宝贝东西，就是如同。 大龙王的海中，大龙王顶上祭珠一样，就把最宝贝东西接拿出来就给你。这是第四、第五点呢。像这样，他就是揭示天津中怀天津菩萨到底。他老大家解释这么好，如果不是天津菩萨的意思，那不是他让大自己讲的吗？那也不也没有传承，那也没有依据啊，不是这样的。天津菩萨本来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我们讲称比如来明，如比如来光明志相。 如比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称名号就是如实修行相应。这里边还有自利吗？谈不上、啊。然后呢，说一心专念，做这个作业往生比阿弥陀佛国土，欲如实修行摄末他故。就像这样的话呢，一般人就会就说看不出，没有眼目，没有这个法眼啊，他就就用自己的想法，就是做啊、呃、偏离的解释。但是天津不呃谭老大是看的特别准。 有这个地方，奢摩他是一心专念愿生彼国这样的奢摩他，就能够有指，他指什么？是做出那种绝妙的佛力三指的解释。要如果是文字法师，那马上就查词典，你看他能写出论文一这么厚一沓。哎呀，是批如说那怎么怎么样，然后翻了好多书。这文字法师，这文字法师有什么用啊？是吧？要讲一大堆，自自己不会修行什摩他的人才会讲出那么多。 讲出那么多东西出来，那唐良大师他根本就不这么解释，然后说这个此土做官两种官，观彼阿弥陀佛三种庄严功德，此功德如实故，行修行者亦得如实功德，如实功德者决定得生彼土。这话你是说的这多透啊，哪有自立的份啊？这这话讲的就是在天上讲的啊，我们在地下好好听。 确实是这样的，没没有就跟你那么啰啰嗦讲那些东西，不在文字上讲，文字法师这根本就不行。那么圣道法门的法师，如果是那个大德修行有毗婆舍那的，他也会拘泥于自己的心得而讲一大堆，讲了别人他自己是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没有用，而且呢掩盖了天亲菩萨他的意思。天亲菩萨没那个意思，他就是说像讲观他说智慧关闭，智慧观察，正念关闭，欲如实修行圣摩他故啊，毗、呃、婆舍那故。 这个“玉字，这一个字就显示出它的这里面内涵。你要想如实修行毗婆车那，就要观察三种庄严。不是说你能够观察这样的，你能够做到怎样的观才能如实修行？不是的，你只要这样，你想这样就可以了，非常简单。这个佛力啊，就安排在这里边，就是隐藏在这里边。你要欲如实修行，你啊欲如实修行什么？他怎么办呢？就心常作愿，一心专念，毕竟往生安乐佛土。 到安乐国土，你才能够遇如实修行什么他？他在这个地方你还差一点劲儿。当然，念佛是是如实修行啊。这里边呢就非常的内涵非常深。如果没有天津菩萨作战的论，那我们也不不了解。如果没有谭老大师解释，那个这个论等于放那里素质高阁啊，尘封大藏，不了解它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谭老大师这种解释，那完全不一样哈、啊。这就是高。 高人啊，非常之人，能做非常之事，啊、能入非常之耳啊，能得非常之利益啊。下面呢，我把唐良大师啊对十七种庄严功德成就的解释的路径，我把它说一下。他一般都是开头就“此云何不思议”，用这句话起头，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导火索，是个引子。“此云何不思议”这里边就含了两种不可思议，一个就是法藏菩萨。 因中的愿力、大事愿力不可思议啊！出世善根、大愿业力不可思议。就这个问题里面，就含有两种力：一个是因中月，因中啊，出世善根、大愿业力不可思议；第二就是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设这个不可思议。所以这一个问题里边就包含这两种不可思议。因为前面说了，他说了，呃，这一不可思议，至文当世到那个文具的地方，我来解释，他就已经安排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要有这两种，你要有这个概念，这两种不可思议。那么这两种不可思议在哪里呢？就就体现在视线自利利他。那么自利是佛自己利益，这个就不谈了，就谈怎样利益众生。所以你看，你看这一个庄严清净宫的成就者，他说有凡夫人烦恼成就，这不是我们吗？那么清净跟烦恼是要对应的。那么利他一定要把人讲出来，你要光是讲，如果我们来解释。 只是讲一大片极乐世界怎么怎么好，讲完一大堆跟你没啥关系。那你你这解释啥意思呢？这就是很静态的、很死板的。然后呢，跟我们不怕的交际，他这个视线自利利他，一定要跟我们娑婆世界烦恼众生要挂上钩。你这样呢，才能够清净功德成就；不然怎么样成就？阿弥陀成就了，跟我们没关系。他成就了，要你要你这说，是啥意思、啊？他成就是帮我们成就的，是帮凡夫人。 就娑婆世界凡夫人烦恼成就，他帮你成就清净，所以这两个成就，烦恼成就和清净成就，两个完全相对。这两个相对一比，一交合，一八合起来，然后产生了一种力的作用。所以三界七业毕竟不迁，你三界整个三界里面的所有众生的共同的业力，我们每一个人啊，你不要以为就是你自己的业力，我们每一个人要处理三界，是整个三界众生的业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因为你跟着三界，你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你同学、你上司、你仇人、你恩人，然后你环境，你所有的这不都是你业力？你不是牵在别人身上的吗？就像这个蜘蛛网一样，你每一个网里面虽然一个网丝儿，但是它是牵着整个网连的快的。所以能够把一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拽出去，就是把整个三界的业力全部打破了。你不然他不可能拽出去的。你三界业力怎么样？三界系业毕竟不牵。 为什么像巴合一样？你的力量比我大，你牵不过去，我就我来牵你。你想牵我没门儿。所以法藏菩萨这个大愿业力、阿弥陀善住持力，往两个一交，然后呢，你烦恼成就破了，清净成就永远不破坏。因为极乐世界是什么呢？清净相，不染物相，啊，不破坏相。所以这才能显示出他这种胜过三界道，不然怎么叫胜呢？是哇、啊，他很殊胜。 它很漂亮，它很庄严，它很清近，跟你没关系，那怎么叫圣呢？胜过三界道，这就是你通过念佛，念佛佛号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这个角力之点。你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这个阴阳碰撞啊，这个就是光暗这个交合，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就在你的嘴上，在你的心上产生了拉锯。 干一个念佛念那荷花、正念祥云花，那么疑惑来疑惑去，其实就是在那个拉，就在拽来拽去着呢。到最后，咔、呃、嚓一下就拽过去，爽的很。这这这就叫胜过三界道。那么你看这里，唐大师他他的解释路径是什么样呢？首先从此云何不可思议，这里面包含两种力：因中大啊，诸事善根大愿业力；果上呢，阿弥陀如来善住持力。这两种力呢，视线为自利利他。 这自动利他的结果什么呢？入地异地。那像我们这地方哪里叫入地异地呢？自利利他就是利我们凡夫人。有凡夫人烦恼成就，一得生必净土，三界息业毕竟不迁，这不是利他吗？这是不断烦恼得涅盘分，得涅盘分就入地异地，是不是？这这这每一个解释，它都有它的次第的。入地异地有，那为什么这样呢？焉可思议？为什么？这是性满足功德成就。 所以从这五个程度，就你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没有时间给你说还要慢慢去修行，没有时间给你，你想修行在娑婆世界修吧，是吧？你到我极乐世界了，哪有时间给你慢慢修行、啊？来了就是这样，啊，你到极乐世界就这样啊，性满足成就。那我们再来，我们再把这个路径啊啊再来回味一下。 从此云何不思议，抽出两种力，这两种力实现自利利他，主要是利他，利我们，殊不涉众生，利我，利我到什么利是是什么样的利益呢？达到什么样的阶位呢？入第一地。那么这样的是这样的状况，皆叹美，焉可思议，那说明他是性满足成就。你到极乐世界就这样。我说天津菩萨呃，这个唐上大师的十一个特点还没说完呢，哈。 是唱天津本怀，也呢是显示所谓的顶上宝珠，就天津中怀弥陀寺愿。唐良大师解释，他从篇从头到尾整个往上认著所展示的，完全是佛力。纯而又纯，从而不杂，绝对不含糊。第七点，唐良大师他文词非常优美，简洁典雅，这个我们已经是领教过了哈，非常的呃简简单。 简洁明了，而且很典雅，很多典故。那文词优美，第八点呢，意理深邃啊，我们也领教过了。第九点，深入浅出。你看他的语言读起来非常舒舒服爽，他内容虽然虽然非常深，但是拖给你看的时候就非常明了，一点不隐晦。这个艰深呃艰涩一点没有，语言表达呢非常的美，你读起来啊舒服。第十点呢，他说话如入无人之境。 让大师说话，那就这样，就这样。如是我闻，如是我说，如是我解释，就这样。因为什么？叫唱佛本怀呀？净土来说话的，说净土来说话的。你说我们也是哈？假如说，你要我们从中国到了美国，然后你到美国先学美国话，在来讲讲的又不六道，回到家里边，你说怎么讲？你肯定是。 到家里肯定讲中国话，是不是啊？碰到自家人了，谁还讲美国话？讲那不不爽，讲那不透，讲的我们那个什么土话也讲不出来。就是很多语言没法表达，回家一定讲，一定讲我们本国话。娑婆世界像唐老大师，他跟我们讲，他不会按照娑婆，按照娑婆世界这样的话来跟你讲，他讲本国话，对吧？我们跟他是一家人，就讲极乐世界，用极乐世界的话，极乐世界的这个意思就讲出来。 不会给你，因为在娑婆世界什么呢？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来是一应化道儿。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应应神佛来讲讲这个法，他必须要讲三乘，开三乘入一乘。那么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本来就是暴徒，本来就是一佛乘，他还在讲开三乘，那何必呢？啊，为我们净土的有缘人，他直接就讲了，就就讲这些，就是唱唱佛本怀。那如果是为这个圣道法门的根基众生，那当然。 叫开三乘入一佛称，叫开方便开十六观等等，那是讲的不六道不顺。呃，第十一点，让我们给我们信心法喜，是不是这样的？你读台山大师的著作，每天早上不就像大菜一样吗？法意大餐开始啦！啊、嗯。 呃，刚才呢我说了，就是第三点哈，我们呃读唐澜大师这个往生论著啊，我们刚才我们有底下解释，下，我们先说这三点啊，怎样读往生论著？要怀两个疑问，就如果我来解怎么解？为什么唐澜大师能就这样解释？你、嗯、就要抱有这两个疑问。另外呢，这十情庄严有五重观法，这五重观法是归在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所满足功德大宝海。第三点呢，就是唐澜大师他每一个解释的路径。 都是从“云何不思议”指出两种力，两种力实现自利利他，实现自利利他达到的效果就是入地一地，这是因为性满足功德成就，所以结论说“缘可思议”。这是他整个解释的路径。下面我们入文，我们来看，像我讲的这个呢是比较比较重要的。入文，你前面有了这个框架和规矩之后，你再来入文来理解，即使没人讲。 你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来思维，你就能够呢有所收获。如果没有这样的总结，就把入文给讲完，之后，消消文，哎、哦、读完了没有了啊？那我们再看来看入文。今天我们看清净，庄严清净功德成就者，即言关闭世界，向胜过三界道故。刚才说过了，如果光是这样读，读完了我们也就读完了。那么我们读到下卷的时候啊，果大家。 有兴趣，也是建议哈，最好把上卷卷上啊，卷上比如关闭世界上胜过三界道，堂上大是怎么解释的？最好呢，再复习一下卷上和卷下两个合起来。卷上呢，多是讲从，因为它的起问是这样的：佛本所以起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这呢就是指他因中的本愿，所以从因因中所讲的多。因为下卷呢讲云何不思议，下卷。 这十七种功德庄严，这一义不可思议。所以他首先解释的时候，就提出这一个标题：“此云何不思议？”这里边就含了阴历和果力啊，就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上下呢，我们合在一起来看。好、啊，我们再往下说，有凡夫人烦恼成就，他怎么能够想到一下子？怕凡夫人烦恼成就，这怎么跟他跟前面观彼世界相、生活三界道，这这也从文字上也怎么也连不上啊？你怎么能够有这个？ 叫做这个脑筋风暴，怎么脑脑洞大开？怎么想到那儿去的呢？他是怎么从想到这儿来的？主要就想到什么？就是想到配合下面的所谓的自利利他。哎，要对我们有所利益，他这样的解释，所有的解释，他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而且从什么呢？从清净清净功德成就，你翻过来，他这是翻对的。极乐的清净成就，就翻对我们这里的是烦恼成就。 极乐世界的量成就，翻对我们这地方就是蜗牛脚上一寸长短小地方，心量狭小。第一个关闭世界像胜过三街道，这是一个总功德，这是清净功德是一句，然后后面十六句呢，是次第而言，这一句是总的，这一总的说胜过三街道，那就是每一每一个工作庄严，每一个工作庄严都要胜过三街道，他怎么胜过的就是翻对的，所以这里呢，他马上就说出有凡夫人烦恼成就。 这个凡夫人是谁呢？哎、呃，对，就是我们。啊、呃，如果以往生论的来讲呢，就是下品下生。往生论著解释的就是上卷末六八番问答里方讲的下品下生之人。下品下生之人，那正是烦恼成就，对不对？烦恼还给你搞个成就。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追求成就感，你们都有成就感。啊，我们大家都有成就感，烦恼成就了。烦恼成就感，还有什么成就、啊？说这是成功人士。 一说这，一说是成功人士，就知道他烦恼比别人更大，更成功，啊，不是成功是成罪，哪有功啊，都、就是过，你越成功了，越造业越,越多，所以这个世界哪有什么成功人士，都是失败人士，这个世界哪有成功学，所以我昨天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失败学》，我们宗文法师也跟跟在后边补了一篇，他写的挺好，这个世界没有成功啊，都是失失败的世界，因为这个是败坏的世界。 成住坏空嘛，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是失败的人，为什么？生老病死，六道轮回，此世界是败坏相，是无穷相，是染物相，是颠倒相，是不净相。这个哪有讲哪有成功的？整个世界五浊恶世还讲成功啊？所以我们这也成就了，我们什么成就了呢？我们是烦恼成就啊，无量劫以来烦恼成就啊。 有凡夫人烦恼成就，哎呀！旷界以来被造诸行有漏之法，细数三界，你终于成了。所以这样的众生，所以三界虚伪相，哀在众生，第三界颠倒不尽，就知我们这所有一切众生，倒不知哪一个人。三界一切众生就这样，除非呢你已经出离三界，那不在此限，不然的话，嗯、呃，都是这样的凡夫人烦恼成就嘛。 然后说“易得生彼净土”，这个“易得”也是一个呃词也。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呢“易”呢就是“也”，也它一定是有一个跟别人能往生的一个对比，它才叫“易得生彼净土”。就是阿弥陀净土是暴土，暴土哪些人往生呢？是无生凡人的菩萨去往生的。现在怎么说呢？说无生凡人的菩萨能往生。 凡夫一得往生，他是他是要说这句话的意思。他这里面有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暴徒，暴徒是无尘凡人的菩萨去往生，而让这里怎么样？凡夫一得往生，有凡夫人烦恼成就，一得往生比净土。那么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两种力，因力和果力嘛，这不道理不就出来了吗？一得往生。那么后面说呢？不断烦恼得涅槃分，一般来讲是烦恼断灭得往生，这烦恼不断一得往生，这讲一得。 那一般来说呢，功德成就得往生。那我们什么烦恼成就？你易得往生。说你这一比，你要文辞一比，你易得往前面比。说烦恼成就啊，你烦恼成就的人，你怎么能往生呢？一般是功德成就啊，那资粮成就啊，啊，你才能往生啊。他、啊、说不是这样的，你功德成就能往生，我烦恼成就易得往生。那么凡夫人，你跟凡夫人这来比，这个易得两个字就翻显出来。说无生法人的菩萨能往生。 我凡夫人易得往生，往后面再一看，说不断烦恼，这你要知道啊，断烦恼得往生，我不断烦恼易得往生，这就是读书的方法。这易得两个字，你要前后一对比，就能得出这三种对比的易得往生。这显得我们，你这不就是心里面就很踏实？所以你看这易得往生，他这一句话有凡夫人烦恼成就，他说话说的轻飘飘，但是呢，他的力量力道特别大。 就像打太极拳，你看了很柔，但是这里边呢，柔中带刚，绵密藏针。所以有凡夫人烦恼成就，易得胜必净土。这个“易字就显示说，我们也有份儿，因为我们心里面认为说，我们肯定没有份的，这让你绝对安心的。说凡夫人烦恼成就到净土去，我们还有份吗？说你也有份，你也这个“也”跟谁两个“也”啊？跟无生法忍的菩萨两个“也”啊？是跟谁呀？是跟那个断灭烦恼的人来也。 哎，是跟那个功德成就人来也，这叫易德往生。所以这现实上，我们多安心啊，多自在呀、啊。这就显示平等就度，有凡夫人烦恼成就易德生必净土。后边轻飘飘又来一句：三界戏业是必竟不迁。整个三界啊，把我们捆绑系缚在当中，但是呢，必竟不迁。前面我们讲到这里，就要联想到前面说的在心在缘在决定。 就八方问答这个地方不说了吗？业道如秤，重者先签你整个三界里面的业力，比不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签不过来，一句阿弥陀佛给你签走。易得生彼净土，这个彼净土什么样的净土呢？彼净土就是涅盘界。所以说，不断烦恼得涅盘分。你现在没往生了，你就你就得到一部分了；你一往生就得全部。 所以这个净土不是一般的净土啊，生彼净土，这是有特别、特别意见、特别的指代、特别的说明。所以前面唐老大就说了，胜过三界一是尽言。他说，观闭世界向胜过三界道吗？胜过三界什么？七普先而同德，劳谦善让，七普先而同德。胜过三界一是尽也。说胜过三界，这还是讲浅了，就是到极是世界就是涅盘界就成佛。唐老大就说呢是。 五乘其入之暴土，那我们想，我们烦恼成就的人，能够易得生彼净土，是靠我们烦恼去往生的吗？那靠什么去往生呢？此修行者亦得如实功德，不是靠我们烦恼去往生，靠如实功德去往生的，就是啊，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志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所以我们去往生，根本当然不是靠你说烦恼去往生的。那你这个说，你说定善二善。 这个世间五戒是善，我们来修以下列凡夫来修，你修是什么？还不是烦恼吗？你完全都是烦恼，你靠着烦恼怎么能往生呢？所以不是，是我们靠如实功德去往生啊。所以，唐乘大师就解释说，十念念阿弥陀佛变出三界，在巴梵文达那个地方啊、呃，可以把那地方翻起来回答为什么呢？你十念念阿弥陀佛变出三界，这是如实功德啊、呃。十念者闻师讲法所生，是如实功德。 失念者以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真实清净功德名号所生啊，这是如实功德，是以这些所以因利果力让我们去往生。所以底下说呢，三界希业毕竟不迁啊，迁我们说过了，迁像八合，谁的力量大，谁就迁到哪边去，就被谁迁。你力量小，你就迁不过去，你没法迁，把你人家把你迁过来。胜过三界道，这里啊有好多胜啊。 是胜过三界众生的业因果报，整个三界的业力，三界的业力都胜过，叫胜过三界道，胜过我们的烦恼。我们不是烦恼吗？烦恼凡夫人烦恼成就吗？胜过我们颠倒不净，啊、呃，众生不清净啊，弥陀佛都清净，清净成就故不可破坏，就众生的业力不能破坏，也不可染物；众生的烦恼也不能染物、啊，阿弥陀佛的这个清净、这个、功德，所以这样呢也得清净。我们这种清净功德成就，所以要什么成就呢？ 说不断烦恼得涅槃分，这就是成就。就因为你不断烦恼，你能得涅槃分，才是清净功德成就。为什么清净功德所以成就是，是不可破坏、不可染污。你不断烦恼的人，你就有你你按自己来讲，就破坏就染污了。但是跟佛力接触，不可破坏、不可染污，这才叫成就。净土法门。 土净则心净啊，佛净则身净，就是国土清净啊，我们往生我们心也清净，佛之清净的呢，我们众生也清净，不是从我们众生这边来看，都是从国土从佛那边哈来说明的，这就是所谓的啊阿弥陀愿力的自利利他。那么所谓的胜过三界道，什么胜什么呢？就十念念阿弥陀佛能胜过旷劫被造有路之业。 十念能够胜过这一切三界的业力啊，可以讲是战无不胜。这是阿弥陀佛啊，那么能胜者就是十念念阿弥陀佛，因中的大运业力果上的善助持力，这是靠这个阿弥陀佛的能胜者就是佛的力，佛力能胜。简单讲就是佛力能胜众生业力，所剩什么呢？就众生的三界因果邪因啊，三界这个有路邪道因果啊，三界众生的系业、旷界的罪业。 就是说，佛力能胜我们众生的业力。呃，我们一般看呢，比如我们讲《极乐世界》很殊胜呐、啊，我们这个“胜”一般都理解为“殊胜”的“胜”，好像是个形容词啊，很殊胜。其实不是，它是个动词，胜过三界道。这个动词呢，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像二力相交，强者为胜。两个力量一把一搅合的时候，哪一个力量大，它就胜了。像这个掰腕子、掰手腕儿、啊、哈，拔河啊。 也就是他这种胜呢，不是静态的，所以第二，他就是指如来的愿力能胜众生的业力，所以他才说三界系业毕竟不迁。那么另外呢，这种胜它是种动态的较量，不是静态的比较。比如我们讲极乐世界非常好啊，那个地方呢，呃，无有生老病死啊，这里呢讲完之后跟你什么关系呢？它是个静态的比较，静态的比较当然也需要，但这里讲的胜更是呢。 动态的一种较量，就是你众生你，你你你不念佛，那当然极乐是极乐，娑婆是娑婆。你只要一念佛，咔叫上了。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说摄取不舍，非常能、那、够、个、很相像。摄取不舍都特别相似于什么？就八合。你看两人两两队人拉的时候，八合的时候是吧？八合的时候，那不就是你要一松手，不是是一舍掉，不就是你就输了吗？一定不放这绳不放。 这阿弥陀，我想起来，真是阿弥陀真厉害哈！他一个人八十方众生，他那边那边就一个人，<laughs> 就法藏菩萨一个拽一根绳，这后边呢一大串，嘿呀呀，一看望不到边，这么一大溜。但是这一大串，这三界这么多无量无边众生，这十方众生，阿弥陀佛一个人轻轻的一拽，啊，用手轻轻一拉就过来了，为什么？ 一时能破万虚啊！你这众生都是颠倒不净啊，都是虚妄虚作，他是不虚作？观佛本愿力啊，欲无空过者你要跟我一八和八上了，遇上了你没空过，能力就马上都给你拽过来，拽到尽头就成佛，能力速满足功德大宝海，哈，这就是佛力。你说佛有，然后我们在词典里面看，佛有实力威德啊，光明神力。但是这些讲完之后呢，都是在词典上的，跟你没有关系。 你一念上佛了，你心中就是阿弥陀跟十三界的这个交战场啊，所以众以众生心而为道场，在这里发生了激烈交战，其实也没什么激烈不激烈，激烈不激烈是干你的表现。你要帮这个三界的这个魔王作战，那就有点要费劲了，因为要拉你，你你自己本来要救你的，你自己不站错队了啊，这就要想办法了啊，这样弄那样弄。那如果你靠阿弥陀那边，啪。 或者说你哪怕不靠谱，你搞保持中立也可以啊，对吧、啊？你像这个，像这个鹦鹉八哥了，它也没什么，它保持中立。你只要保持中立，啪一拽,拽拽过去，那往往我们都不是，我们都赖着帮魔王的力量，然后呢挟制邪见，然后说我自己要靠自己力量修行，你脱离这个掌，那你脱离阿弥陀手掌，这就不行。所以我们是在此界而胜过三界，几多世界来到这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胜过三界道，那就是靠练这个名号呢。 刚才讲了，脚力点产生脚力，就是脚啊，脚就是这个头脚那个脚，脚力就是双两个人呃，这个比上了，就是交上手了。那么他胜的结果什么呢？就令我们凡夫往生暴土。而这种胜，凡让凡夫往生暴土呢，不是说然后在这里慢慢给你修理，然后把你烦恼怎么遮伏了断了，然后再不是这样的，是不断烦恼，现在就这样，就你目前这样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一德往上比清净土啊，这样就可以，不需要你等那么长时间，所以这叫清净性成就。我们刚,刚说过了，如果说一定要断烦恼，那清净功德还能成就吗？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说的是比喻，比如说阿弥陀佛大一门成就，大一门成就什么意思？大一门就大乘之门，大乘之所以，什么叫大一门成就？就说你是一个小乘种性的众生，你本来就没有想发菩提心，我到极乐世界我就更不想再回来了，结果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不想发菩提心的人，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像观音下品下生啊，这些人，他到了极乐世界，自然发大菩提心，比国土量能为众生心行量言可思议。然后呢，志愿广大无有限量，这叫大一门成就。如果说你在娑婆世界就已经发了大，都发了大菩提心了，跑去那叫什么大一门成就？是不是？就是说你没有菩提心去了，让你有菩提心，这叫大一门成就。 那么这个清净成就，如果说你都已修得清净了，跑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叫清净，那叫什么成就？就你本来就不清净，就是一桶那个烦恼，就这样的众生，你到极乐世界，当下就让你得涅盘分，当下就让你成就，这个才叫清净功德成就。 说你懂得这一点，你还怎么可以产生那种怀疑说？说我念佛不清净，怎么能往生？那是你要念佛清净了，还要阿弥陀佛搞清净功德成就吗？你自己就清净了，我还要我搞清净成就了？你都洗得干干净净，还要我给你洗澡啊？我给你洗澡，不就你是脏我，我脏兮兮的，我才给你洗澡、啊、吗？就是然后我帮你洗成就了。所以阿弥陀佛他这个成就，你就是把这看起来，你就知道清净功德成就啊。所以不断烦恼得涅盘分，唐澜大师他才才做出这样的解释啊。 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啊，真是以圣道法门的观点，以自力修行的骄慢，这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骄慢必懈怠，法眼不曾开。人以骄慢心，你根本就没有智慧。所以这个清净功德就是不断烦恼，他才要的清净功德成就。这里啊是完全仰仗阿弥陀佛的他力啊，如果通途法门呢？ 那一定是要一定要断烦恼来证涅槃的。如果断烦恼来证涅槃，这是可可思议的法门。这这有什么不可思议呢？你断烦恼证涅槃，焉焉有不可思议？<laughs> 对不对？你这通读法门你的断烦恼证涅槃，这是可思议嘛？净土法门不断烦恼得涅槃分，焉可思议？这才是不可思议。所以，塔拉达这种解释啊，透底。 而且你非常稳健，跟天津菩萨的意思是一模一样，而且即就是把天津中怀弥陀誓院和盘托出，彻底圆账，把佛的这种不可思议大愿业力这种所谓施利威德，彻底的给你显露出来，而且语言呢非常的啊是明了、简洁、有力啊，让你看的呢有美感，因为我们啊读往生注读,读的就是舒服。 这里说的涅盘分，涅盘分呢是有三种意义。一个在此土，在此土呢，就是这个分就解释为部分。我们在这里呢得部分，得到部分的功能。涅盘它是整体的，得到就全部得到。但是在我们身上，因为凡夫烦恼所遮盖，这是平生业成，往生净土成定了，就得到涅盘的成分，得到一部分，叫平生业成。没有，你还没有像佛一样完全展现出来。 但其实呢，本体上已经全部得到，只是呢遮盖了，没有完全显现。只是我们啊，比如平生夜城啊，我们心情欢喜啊，往上决定啊，我们叫现成不退啊，啊，我们念佛心中没有恐惧啊，得安稳的安乐，身心柔软啊，这些呢都是涅槃的展现，这是部分显现出来啊，显现的是一部分。那么到彼土呢？到了彼土，到了这个地方，说娑婆世界啊，有这些恶人、恶境、恶环境、恶烦恼遮盖住了，到了净土。 没有谁障碍你，那怎么还会还要搞多少大劫啊？没有的，到了净土，这个分就是涅槃的分歧，就是你证的跟涅槃呢是平等的，速得成佛，因为这净土是涅槃界，没有任何的障碍。净土所有的一切，一滴花、一滴水、一朵花、一片树叶、一个音符、一个鸟的声音，它只起一个作用，都是阿弥陀佛的因中愿力和果上的住持力。 都是辅助我们，都是不可思议的成就，都是让我们呢当下切入佛的境界。不仅没有负面的障碍的力量，所有的这一切，六六十纵横自然物，不加思量一念功，就你的六根对六尘所见的一切的境界，它都成就你的道业，而且当下都是佛的圆满的力量的展现。所以你说你到极乐世界，你怎么不会，怎么会不快速成佛呢？没有障碍力，都是成就力，而且。 都是圆满的性功的成就，所谓的性就是本来如此，就是这样，它没有第二话说。它你到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哪里还要等你慢慢修行、慢慢成就？那就叫性功的成就吗？所以你要水的性就是湿的，说进去以后还慢慢的搞点湿，那怎么叫性呢？火就是燃烧的，你手你手放进去，你看它慢慢吗？你你放进去看看，就是火的温度，你放进去烧你，当下就这样。阿弥陀佛，这种性功的成就。 当下就是涅盘心，就是涅盘界，就是佛的功德的完整展现。佛性，佛的性就是这样，本来就如此，大慈大悲啊，救度众生，彻底圆满。所以要性满足成就，无所法少，无所法少就是圆满了啊。如果说你还需要经过什么多少大劫，那不是还是不够吗？还不是圆还不圆满？这是从土来讲，此土和笔土。 那么从人来讲呢？从人来讲，这就是涅盘分，就是我们涅盘的身份，你就获得了这个身份，就是决定成佛的身份。涅盘就是成佛，不断烦恼得涅盘分，你不断烦恼，你成佛就就定了，在娑婆世界这时候就给你定了，这你就是是不可思议的利益。好，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讲到清净功德成就啊、嗯，到这里，下面回去大家看样功德，哎、呃。 性功德，就根据我讲的那三条，一个带着两个疑问，第二呢，就五重关啊、嗯，第三呢，就是来看谭亮大师他入文看他的这个路径思路。